我不是靠音乐，我是用音乐俾呢度嘅年青人有机会学点样做人。51年前我已经开始教学生噶啦，嗰阵时系帮政府喺一啲学校成立乐队，所以都做咗几十年。呢个基金咧就喺2009年正式注册成立一个慈善嘅团体。点解喺天水围呢？就因为当时有一间学校请我。